男人呐，从古至今都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年轻时是满腔热血，年长了是豁达明智。那现在正值中年的你呢，是否感受到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？特别是到了45岁左右，生活的各种问题接踵而来，精神不济，体力不如从前，饮食作息乱了套，再加上工作压力大，身体疲惫，心理负担重，家里的事又一堆一堆的，这一切是不是让你感到力不从心？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也觉得自己需要一点额外的支持？市面上卖的针对中年男性的补品一大堆，但他们大多都只强调补肾，却忽略了我们身体是个整体，脏器之间是相互联系的。这样的补品呢，单打独斗的根本解决不了我们真正的困扰。威特蒙玛卡人参，全方位提升你的健康。威特蒙玛卡人参是一款纯天然的草本精华，专为中年男性设计。它不仅顾及肾脏，还综合调理心、肺、肝、脾这五脏的功能，让你在体力、精神、性能力上全面恢复，延缓衰老，帮你对抗男性更年期综合症，重新找回那股年轻的活力。谈到男性健康，威特蒙玛卡人参可不是随便说说的，它采用来自秘鲁安第斯山脉的玛卡，这可是被称为天然荷尔蒙发动机的宝贝，能有效促进荷尔蒙分泌，改善性功能，增强你的体力和精力。牡蛎滋补强壮，抑制健脑，还能强肝解毒。西伯利亚人参增强免疫力，抗疲劳。肉桂活血助阳，抗菌消炎。葡萄糖酸锌增强抵抗力，改善血液循环。精氨酸增进性功能，帮助血液循环。威特蒙采用独特的提纯工艺，浓缩提取高纯度的活性成分，最大化发挥提升精力和平衡荷尔蒙的效果，让你不仅能进行更久的有氧运动，还能提高耐力和活力，支持免疫系统，预防感冒和其他呼吸道感染。你知道吗？玛卡的功效早已在全球获得认可。1961年，生物学家首次公布了玛卡的研究成果，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。1992年，联合国粮农组织推荐玛卡为营养补充剂。2001年，美国 NASA 把玛卡作为宇航员的太空粮食。2002年，韩日世界杯运动员的指定营养品就是玛卡。威特蒙玛卡人参不只是单一的男性保健品，而是全方位的滋补和调理营养补充剂。越来越多的男性选择它来保持精力充沛，青春常驻。想要重振雄风，威特蒙玛卡人参就是你的最佳选择，让你的中年不再多事，迎接更加辉煌的未来。威特蒙玛卡人参服用简单，在新加坡各中西药行均有出售。咨询电话 6562-5526 6562-5526